感谢各位同学和老师啊，我们这个相聚在学校里啊，再次回到学校真的是感触颇多啊，只是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的一点点的一点经验嘛，就希望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节点上啊，大家一定要珍惜每一个过程啊。你们现在最首要的工作是什么？学习啊，在学校我们就好好学习，丰富我们的这个知识量啊，同时提高我们的这个认知程度。然后呢，离开学校呢，我们要干嘛？回馈社会，回馈家庭，回馈你成长之后，成人之后，所以你为你这么多年成长这个付出的这所有的老师啊、家长或者亲人啊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其实大家会觉得时间是个很漫长。真的，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所有的这个比赛呢，都是以4年一个周期啊。就去年我们打了这个全运会啊，那我从1997年来广东，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是在上海的八运会啊，现在已经13届运动会啊，4年，好快啊！这个从2002年离开学校到现在20年啊，所以希望你们呢，在你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当中呢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啊，努力去拼吧。心中的那座高山峰在等着你们，谢谢。